主料五花肉250克，辅料生抽、盐、卤料、白砂糖、味精、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食材五花肉、卤料一包，拆开后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清洗干净，配肉。锅里面放油加热，放入白砂糖，用勺子均匀搅拌，使糖完全融化。拿出砂锅，放入五花肉、卤料，把融化好的糖汁倒入，加适量的水、盐、味精，盖上锅盖，插上电源，1.5 小时后即可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煮的时候想试看看熟了没有。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拿筷子往五花肉上插，如果很轻易就可以插进，就表示肉熟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